妈，妈，老婆们出来装虾。啊？倒过他们那里的。嗯、啊。还有半亩山嘞。嗯。老婆们吃嘛，就在外头洗嘛。啊？看嘛。哎，不用，还有他妈几半亩山？哎。半亩山。哦呀，你看这些，王三看得好顺眼啊。嗯。三根嘛，两根。三根。拿来刷嘛，拿个刷子，拿个剪刀去把洗过东西弄去吃的。哦。他就是刁子大娘给你们吃，你们平常有没上去吃，捞下来给你们吃。感谢胖哥，他打过来。嘿嘿嘿。哪来耍？你看他弄都没喊他。就在，那还有那个朋友，那个装点水嘛。那吃烟了，做个洗澡，看吧。哼哼，难怪是我捞。待在里头啊。先刷那个嘞，还没做完。我还有点怕龙虾嘞。不刷龙虾。不用待着刷。嗯，对门。来，把它刷干净，再进。哎，这个水的，要是打就是。我看看，哦，抢不抢嘛？咋抢的？自己都孵了太多了。妈妈，紫苏找到了啊！这就是紫苏，龙虾的绝配，今年少得很。哪个这？先放这里吧。今年煮龙虾还是第一次煮的，是不是爸妈他们尝一下啊？今天因为橘子带小多多到县城去了啊，所以说家里面就剩我们四个人，等一下甜甜回来，有这么大一钵够了啊，四个人吃。甜甜都睡午觉了哇。然后这里还有黄鳝啊，看，今天中午可丰盛了的。先把它过一下油啊，别烫开。哎呀，那这个油不得了！哎呀，快点！熄火了，这是油没水啊，现在啊？那没得啊？嗯，看吧，不干了。看到嘛？让他吓死我了！哎，好吓人！第一次遇到这种阵仗啊！我家猪也弄到一个德行，猪也很有嘛。不是，我们家猪很有那个了。